襄公朱儿眷恋妹妹文姜，他的妃子林氏因妒生恨，齐国宫廷里上演了一幕阴谋与乱伦的丑剧，如同诸侯挑战天子一样，不甘墨守传统的卿大夫们也开始向世袭的诸侯发难了。瓜熟而待的故事流传到今天，是对君主失信于臣民的警示，在当时正是卿大夫们犯上作乱的一个口实。哥哥妹妹的轻佻情歌，掀起的却是礼崩乐坏的狂澜。魏国联姻的齐国，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等大国。国君齐襄公，小名朱儿，妃子连氏也算美貌妩媚，可不知怎么，老也得不到国君的欢心。别人就该称你文姜夫人。不，我不嫁，我不去鲁国。文姜妹妹，文姜妹妹，文姜妹妹，别吵了。都下去吧，我累了。国君，下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可真蠢，怎么能在国君的面前唱哥哥妹妹呢？我怎么知道呢？没想到，都15年了，他还忘不掉文姜那个狐狸精。你说他们俩虽说是同父异母，可到底也是亲兄妹呀，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真是丢死人了！找死啊你！都怪你自己不争气，躺在国君的怀里白白睡了3年，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自己不争气还想当国君夫人，我看你也就一辈子当妃子的命了。看来咱们连家要想出头，还得我出面。对，干脆我就去劝国君娶周天子的妹妹得了。你哪一点像我的亲哥哥？亲哥哥怎么了？你可以只想你自己，我可得想想咱们齐国。说得多好听啊，你真去啊？
你不让我当国君夫人，等着瞧，弄不好哪一天我还不让你当国君呢。迎娶王妹，国君如能迎娶王妹，便可以借周天子之势挟制诸侯，对齐国的霸业好处甚多。还有魏国的流亡国君朔今天又来请求出兵了。他算什么国君？逼死两个哥哥叫国人轰他到处乱跑，谁还有功夫管他的闲事？是，此人是不得人心。不过臣以为，如果能大张旗鼓的替他讨回魏国，受到震慑的却是其他诸侯。那好，就叫他前来合计一下。是。不过迎娶王妹才是大事，你要留心办好。是。记住，一定要请鲁侯来当议婚特使，而且请国君的妹妹文姜夫人一同来。按说带天子议婚是件极有体面的事，只是文姜夫人同去齐国之事，臣以为还是……可是齐强鲁弱呀，日后万一有求于齐国，只怕……哼，什么还是只怕？不就是十几年前人们都议论他和他哥哥猪儿吗？这事儿我又不是不知道，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自从嫁到你们鲁国，我已经有15年不见林子成了。这次既是为哥哥选聘王妹，我做妹妹的就理当关心，对吗？对，对。可你们却在这儿思前想后的，我真不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能说给我听听吗？嗯。谁说不带你去了？这不是正在商量带什么礼物吗？嗯？哦，真不愧是礼仪之邦啊。那好，那你们就慢慢商量吧，妾不敢打扰了。鲁国国君已经出发，正向齐国而来。哦，那鲁国国君的夫人也同行而来了。好，赶快回去打扫公事，准备好车马，我到洛水边亲自迎候。什么？这就走了？可眼下这……眼下一切就绪，正是收复魏国最好的时机啊，断不可中途而。贤弟，实在不凑巧，你在这里再安心的住些时候，等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嗯，
敌，又回到齐国了。这十五年来，我每天都盼着你能看一看，到临淄城宫里坐一坐。车驾启程，回临淄。我到底又回到齐国了。这十五年来，我每天都盼着你能回来看一看，来临淄城宫里坐一坐。来人！在。夫人怎么还没回来？夫人刚才派人传话，她在宫中与旧日宫女叙话，今夜不回馆驿了。备马。套车，我要进宫。开门！我找你们过去！开门！我找你们过去！开门！我找你们过去！怎么了？是鲁国的国君深夜来砸宫门。为什么不赶快去禀报国君？去了，可是谁也找不到国君。守护王宫的大夫让来这儿问问。去告诉那个混账大夫，自从鲁国的西可回到他的娘家，我就没见过国君的影子。你们都给我去，给我到处大声禀报去，让他们都知道国君不在我这儿。去呀！好，太好了，连最讲礼义的鲁国都被你们逼急了。我看你明天怎么出门见人。进来的，国君跟他妹妹文姜正在重温十五年前的旧梦。我和你就不能也哥哥妹妹一回？
这是干什么？接你啊！你一夜不归，叫我怎么放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跟宫女们聊晚了，又喝了酒，所以找个地方随便歇了一夜。你睡在哪儿了？怎么，偌大一个奇宫，连我过夜的地方也没有吗？睡在我原来的闺房。不怕得有人陪吧？对，我过去的宫女。不知道你哥哥又睡在哪儿了？当妹妹哪能管哥哥的睡处？哼，只怕当哥哥的要管妹妹的睡处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吵什么？别人听你好看吗？你说都说了还怕不好看呢？走，回宫去，把你刚才讲的话当着我哥哥的面你再讲一遍。跟他讲？你跟他是哥哥妹妹，我跟他可是齐鲁两国的国君，简直是岂有此理。车夫，你快，这个鲁侯实在太可恶了，原来他防备得这么紧，怪不得这么多年他不放文江妹妹回来。这事要是闹出去，对谁都不好。哼，国君要及早想个两全之策呀。他还会怎么闹？在齐国，他不敢怎么样。他现在肯定只想赶紧离开齐国回去。我不放文江妹妹回去。可人家要回去，你也没有理由不放。你说他怎么样才能走不了呢？要他走不了还不容易。彭生，这件事你要是帮我办好了，我一定会重用你。彭生，你想陷国君于不义吗？你来干什么？国君，话再好是人家的，你又何必强求呢？你这个贱人也敢多嘴！我不走，你不把事情说清楚，我哪也不去。还说什么啊？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嫁到鲁国就是鲁国的人，看谁能留得住你。公子彭生到。请。寡君命我多多拜上鲁侯，鲁侯若国事繁忙执意要走，也不敢强留。只是今天原已安排与鲁侯同游牛山，寡君吩咐就以此全作践行之宴。内子昨夜伤酒，身体颇感不适。寡君说无论如何请鲁侯赏脸，夫人不是，鲁侯一个人去也是一样的。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请。昨夜是真是假，只要你跟我回鲁国，从此永不回来，我就不再追究，而且不让任何人知道。等我一回来就走啊。
谢鲁侯为寡君远道跋涉，辛苦了，请。对，不远千里送上门来。祝鲁侯和文姜夫人百年恩爱，如鱼得水。什么意思啊？文姜夫人是我们齐国人，是寡君的妹妹，鲁侯能与夫人百年协和，不正象征着我们齐鲁两国的友谊吗？这么说来，我要是让他常年待在齐国，不是更好吗？此话当真？这也没什么不可当真的，我只是怕。怕什么？怕你们齐国的狼把他给吞吃了。齐国哪有这种狼？没有。那么狐狸有没有啊？你们南山不就有一头吗？还是雄的呢。唱歌的，南山之歌会唱吧？唱一个“南山催催，雄狐随随，哥哥爱妹妹。”鲁侯，你喝多了。请给他送回去。是。彭生，鲁侯可是骄客，要小心照顾。明白。先君不幸崩于一方，举国臣民为之悲痛，今天小臣前来迎灵，并感谢齐侯照拂之意。啊，实在是惭愧，都是我们照顾不周，我们同样很难过。但不知先君是何以顽固的？这个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完全是意外。据说车子离去之时，齐侯还曾再三关照过。不错，可以问问公子彭生。国君曾再三叮嘱小将，要我加倍小心照顾贵客。
结果却是仙君不幸从车上摔了下来，而将军还在这里侃侃而谈，若无其事。鲁国臣民不敢为仙君的意外怪罪齐国，但要求惩办当事者怕不算过分吧。有请国君夫人。妹妹，文姜夫人，请齐侯主持公道。国君做主，确实是鲁侯他自己喝多了。周成，正因为鲁侯酒醉，我才让你扶持上车，小心照顾。你却玩忽职守，使得贵宾身亡。拉出去，砍了。国君，彭生乃勇士啊！是啊，多谢齐侯明断，鲁国臣民感激不尽。砍！住耳！你这不讲情义的东西，你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请将军于我，我死也不服，死也要为我乡民索命，死也要为我乡民。谁跟？夫人，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正好是齐鲁的交界。那好，让我下车，把我的东西都搬下去。搬东西？为什么？我不回去。夫人，不能留在齐国呀。不。这不是齐国，这儿也不是鲁国。君后死了，何时还有公子同呢？他就要被立为新君了。如果他的母亲一直这样不清不楚地住在外面，请夫人想一想，他又何以管理国家，号令臣民？别说了，我哪也不去了。以后如果还有谁想起我，就叫他到这儿来好了。我就住在这儿，一直到死。魏国乱臣，放逐齐军，理当征讨。齐国绝不能袖手旁观，理当代天征讨，帮魏君侯打回去。为从不利的舆论下脱身，齐襄公采用了自那以后无数统治者都用过的办法，对外用兵。瞧瞧你现在这样，君侯代天征讨，把周天子都打败了，那倒不假。可是，
怎么没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位大功臣，却把你发配到葵丘去了？不是发配，是我提议国军派兵去守葵丘的。别嘴硬了。不是嘴硬，国军虽讨魏伐郑连连取胜，但诸侯多有不服，而且得罪了天子，我担心一旦天子号令，诸侯响应，将对齐国不利。为了防范在先，我就劝国军派重兵去守葵丘。我知道国军说了，既然连大夫觉得葵丘非守不可，那就麻烦你辛苦一趟，先去葵丘驻守一年，等明年瓜熟的时候再派人去替换你们。是不是这样啊？你怎么知道的？何止我，有人把这件事编成瓜妻之带的故事，连宫中的小丫鬟都知道了。听说你今天千里迢迢特意给那个狼心狗肺的国君送去了一车瓜，就是想提醒提醒他，瓜又熟了，该派人去替换你们了。别笑了。你和我急什么？你怎么不敢跟那个甩了你一身瓜瓤让你去葵丘再守一年的家伙急呢？好极了，你也该体会一下，这就是你忠心耿耿的下场。哥哥，我当初对他怎么样，可结果呢？他不是心里一直只想着文江那个狐狸精吗？为了他什么都不顾，多大的罪过都敢犯下，可你还嘲笑我无能，不能生养。别说了。你怕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亲手。你疯了。哥哥别走啊，回头看看这是什么。公孙不知，怎么是你？别这么窝着，拿出点国君的架势来。你不是说这齐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不是说珠儿上台后对你很怠慢，你心中早有不满吗？你还说只要我能让我哥哥推出来称君，就算名正言顺了。你说呀，你是不是这样说过？那都是在你枕头边上瞎说的，你干嘛当真呢？难怪你没有当国君的福分。哼，我虽然没有当国君的福分，但是我有和国君的宠妃在一起睡觉的福分。你，你要是再敢把你那些骗女人的话从你的舌头尖收回去，我现在就让你死在我的剑下。你要是还想活的话，就赶快从我的被子里爬出来，和我的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怎样除掉昏君，把齐国夺回来。
快！直奔废丘山猎场进攻！珠儿，你这不讲信义的东西！我是公子彭生，我变了鬼，也要索你的命。我是公子彭生，我变了鬼，来人呐！也要索你的命。国君，国君啊！我脚摔坏了，帮我扶起来，我下地走走。哪只呢？国君，小人也不清楚。好像听公孙无知说被那头野猪叼走了。你怎么用这种话来哄骗我？国君，你国君，那是国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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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君。公孙无知骗来打猎，脚又扭伤了，心情不好。你别恨我，昏君呢？他睡熟了没有？在床上。咱们动手吧，先把这个家伙给杀了。哎呦，别吓我，我可以给你们带路，先把昏君给哄睡了。我怎么能相信你呢？嗯？我恨他，真的。你们看，这都是他打的。我只愿他死。国君醒醒，国君醒醒，国君醒醒！怎么？国君，连唱、公孙无知，他们杀进来了。你说什么？你快点逃走吧！你快点逃走吧！我躺在床上骗他们，快点！你快逃走！你叫孟阳吗？我从来没给过你奖赏，还经常打你。你为什么要救我？啊，国君，你平时对我那么厉害，刚才却诚心诚意向我道了歉。孟阳，死也心甘情愿了。国君，快逃走吧！快走吧！快快！我快逃走！我走！
昏君已经逃跑了，追！国君怎么这么个打扮呢？是想化妆偷偷的去会你的文江妹妹吧？连昌，寡人待你不薄，为什么要弑君犯上？哼，昏君，你连年用兵不仁，违背父命，疏远公孙无知，不孝，兄妹乱伦，害死其夫，无礼，不念世祖，道气不殆，无信。我替齐国除掉你这个仁孝礼信四德皆失的家伙，不算犯上作乱。可你身为大臣，你劝过我吗？我是昏君，你和你妹妹不过是报私仇罢了。你别编什么理由了。好吧，我不编什么理由，让你死个明白吧。我只是为你那个至今孤身一人住在齐鲁边境无家可归的文江妹妹讨个公道。